早安各位，我是 OHIN 阿信。好，那这一个影片呢，就是我这学期帮我们系上做的东华生科宣传影片。那今天是第四个部分，我将会跟大家分享我在花莲读了两年书的一些心得。这支影片我用了我这两年来到处玩的一些影片，然后组合而成的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看的。这样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另外，我还想再分享，这里的生活跟一般市区的生活差异很大。在这里呢，虽然没有很多的百货公司、商场让人逛街，但是呢，每天都会被花莲的美所感动。只要抬头起来，就能看到天空中的星星。平常闲暇的时候，还能够到花莲各个美丽的地方走走。甚至呢，我曾经与朋友在跨年的时候，沿着海岸线骑机车往台东走，经过石梯坪、八仙洞、三仙台，看过了好多东部的美景，而这些全都是只有在花莲才有的生活。好，那影片结束啊。那这个影片是我这学期，因为我一到五满课，我用只有某一天的下午，然后每个礼拜这样慢慢完成的。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给我鼓励一下，然后。有空的话，如果很闲的话，可以订阅我这个频道，然后也不会有什么更新啊，只是我会开心一下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拜拜。东华大学是全国第一个进行学程化的学校。大家也知道，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传闻，有关于生科系如何如何。